萧敬腾早前宣布求婚经纪人 Summer 成功后，越来越公开放闪。近日萧敬腾上传一段影片，只见萧敬腾拍摄飞机里漂亮的星空设计以及丰盛的飞机餐，之后镜头一转拍到了 Summer， 萧敬腾轻轻喊了 Summer， 但对方没理他，继续拍摄，让他发文哀怨写下不理我。没想到 Summer 就现身留言，我不是善意告知你不要再拍我了吗？网友们看到后纷纷留言，那么美的景色哪有空理你，老公撒娇了， Summer 体谅一下他啦，终于可以晒一晒恩爱，忍了好久，两人逗趣互动让网友全笑翻啦。Summer，you